對比下去呢，我自己覺得悟空拿上手呢個可換度是高一點的，因為呢你要怎樣扭啊，它裡面都是布嘛，你要怎樣扭啊，要怎樣做一些動作啊 pose 啊，都沒什麼問題的，是挺容易的。對比底下呢，張飛它這個關節又如何呢？欸，其實呢又不是太難的，但是它會有些回彈的，是的，它會有一點回彈的，所以為什麼它要用鋼骨，就是這樣。講講爆膠的東西，爆膠的東西即平時都收回買，或者是收藏的時候就將它變成一個比較叫鬆弛的狀態， relax 的狀態，即是不要握，不要將手臂咬埋啊，將手遞高啊，即千祈不要長期 keep 呢個 pose 啊。即係將啲膠結埋咧，咁其實就可能會變形啦。係啦，好快就容易啲爛咯。同埋千祈真係唔好擺喺紫外光下。咁其實咩膠都係嘅，不過有時呢啲膠更加快即係受影響。咁就一般唔係太陽嘅，其實有啲我哋有啲燈其實都有紫外光嘅成分。咁我啲好似黃色嗰啲烏絲燈，而家好少啦。咁有 LED 燈應該就冇嘅，所以就可以安心少少。好，頭先啊講到呢一個頭啦，係其中一個賣點啦。點解係賣點咧？睇下啦，原來可以掹甩個計，再咧將個計咧放喺呢一度捉住佢。咁成件事咧，唔聲。變咗咁噶啦，咁其實同一個牌子，但係兩個風格都幾相同，都係古代，但一個就傳說中嘅傳奇人物啦，另外有一個係即係小説中的孫悟空啦，咁雖然都是古代嘅，但係咧其實你發覺個風格佢都處理得好好相同。係啊，咁 Infinity 其實就喺內地嚟講都算一個幾，都算係幾出名嘅，知名度高嘅。幾成熟添啊！幾成熟噶啦，係啦。咁據聞就個 body 張飛 body 就係好似係有某做開包膠 body 廠比較擅長嘅廠幫佢處理嘅，處理嘅係啦，咁所以變咗第一次出呢啲包膠 body 非常之成熟啦，嚇，咁就一個就授權㗎啦，因為大話西遊呢張應該係授權嘅，喺度授權。咁一個就歷史人物啦，歷史加科幻，唔係科幻加原創啦，係啦，咁啊，不過呢個即係 Infinity 處理都係唔錯，因為其實市面都有幾個牌子出過三個題材，有啲就模仿央視嘅劇啦，或者一啲電影裏邊嘅造型啦，佢哋咧。呢、这個就係好明顯係混合咗啦，就我唔敢講佢冇參考其他，但係好明顯就唔係單一參考一個電視或者電影。嗱咁頭先咧，除咗即係可以咁樣將個計掹開咗，就即係好似捉住嗰條邊之外啦，另一個咧好緊要啦，就係佢其實咧就送咗一條布帶俾你嘅。咁呢條布帶我嚟做咩咧？而家表演一下俾大家睇，係啦。咁原來個布帶咧可以扣喺其中一隻手上面，就可以做出啦，佢係徒手拎住敵方的頭腦，係啦，咁啊佢隻手咧就有呢一個窿嘅 ，OK， 咁啊同樣可以俾你咁樣樣，哇，哇，咁嗰件事咧又唔同咗噶咯喎，隻手好大咯，即係揸住，咁所以頭先咪話同大家比較一下孫悟空個拳頭同佢個拳頭嘅，哇，我擺厚咗噶啦已經，會啊應該，係啊，我已經擺厚咗噶。所以其實嗰件事咧，我而家試下換埋隻手俾大家睇下。嗱，咁啊，天龍其實就又講下啦。咁啊，啱啱最近咧，呢個牌子都有新產品公布啊，就係周倉。咁咧，如果買咗關羽叔叔嘅朋友咧，開心啦，因為終於有人幫佢托把刀。因為喺演義裏邊咧，周倉就係是關羽的馬前卒，即係咪咁就類似咁嘅角色啦。馬前侍衛，馬前侍衛咁啊，拉馬兼幫佢扛到周倉出現啦。咁啊，又多個玩啦。咁我見佢個設定都係加咗自己創作。咁呢個比較值得欣賞，因為佢即係
家姐創作，變咗佢喺佢個牌子裏面，佢嗰個造型有比較個人風格比較強烈啲。咁、啊、好過其他市面上咧，有時我哋覺得就係模棱兩可，究竟佢跟邊個咧，其實有啲尷尬嘅。就至尊寶只係一個好，因為至尊寶又唔同啦，嘅跟足電影嗰個造型嚟做咧，佢有另外一種嘅考慮啦。咁變咗其實喺揣摩形象方面，其實佢哋係調翻轉係容易啲，佢冇咁多危險位嘅，即係就跟電影就得啦嘛。但反而咧，張飛或者佢三角其他系列，我覺得佢係大膽得嚟，佢又試得幾成功嘅，即係加入咗啲中國元素，又唔係淨係好似日本光明社嗰種風格，又有啲寫實，但又有啲誇張咁，所以呢個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三個產品裏邊咧，佢算係有自己個性嘅一個。同埋即係張飛俾大家嘅印象咧，係好勇猛啊嘛。咁啊，所以佢今次咧做個血戰 version 咧，我覺得其實幾係拿捏得到張飛嗰個可玩性，因為張飛嗰種勇猛嘅程度咧，你就真係會覺得哇，係比較粗野一啲嘅，大件一啲嘅。咁所以咁嘅處理咧，又即係估唔到幾受落，因為有啲位，譬如可能你將關羽咁改咧，又未必啱嘅，即係唔係好啱數嘅嗰件事。原本因為出發售呢個張飛咧，其實都有兩個版本。而我哋用隔開緊呢個咧，係一個叫血戰版。原本有個另一個版，唔記得咗咩猛將版啦。係啦，咁佢有曬甲，有埋只馬嘅。咁嗰個外形都係細粒翻啲嘅，即係冇咁呢個咁巨型咁大隻。咁嗰個設計都比較近乎翻我哋見開嗰種版本。如果我哋有個人覺得就我寧願就買呢個啦，因為呢個比較突出，即係。會同其他牌子嘅比較接近，即係就算我買其他牌子嘅張飛，你都可以擺埋一齊。冇錯啦，係啦，或者我哋將佢化身成三角裏邊嗰啲角色啦。係。我自己就好期待趙雲啊，因為啦，趙子龍啊嘛，我又係子龍啦，佢又係子龍啦，咁啊嗰只子龍咧就真係加咗一啲漫畫 feel、漫畫元素喺裏邊，譬如你見到佢貼眉啊，係啊，甚至乎佢蝌蚪啊，其實呢幾個咁即係出名嘅角色咧，要做好佢咧，其實難度幾高嘅。第一個朝代漢朝，我哋有幾熟悉咧。第二，佢已經喺小説裏面係即係神化咗噶啦嘛，你已經覺得佢哇好厲害喎，好叻喎，好勁喎，咁啊個樣又點樣做呢？同埋坊間太多遊戲咧，將呢啲角色咧嘅設定咧都係即係做得幾好，咁所以真係要做比較嘅時候咧，你係比較難處理一啲，因為坊間唔係得一間，有幾間有做過，點樣先至可以即係出眾啲，或者點樣先至可以係？是令到大家都受落會真的購買的呢，或者考慮我來列入珍藏的呢，那這些就要想一想。孫悟空對張飛有沒有想過？我沒有想過，因為我想很多 compare 就是譬如可能是即大家都可能一比六的，可能是一隻新一隻舊，但是以古代武將做 compare 呢就比較少，而這一隻呢是少有，我自己覺得是真的很適合我來珍藏的。玩呢就可圈可點啦，就要睇你點玩啦，係啦。而呢一隻咧，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，又冇可能即係唔儲嘅一隻作品啦，因為都反應又幾好，同埋大家你見到佢都係會想笑嘅。風格不同，但係兩隻都精彩，值得鼓勵啊！內地公司可以出到咁嘅質量，同埋有咁嘅創意咧，係嗱，唔用 stand 咧，就係好容易咁樣出事噶啦。我搞錯啊，子龍嗰啲咯。師傅，今次就同大家就處理咗兩隻嘅角色比較。其實我初頭好期待咧，孫悟空咧佢出嘅時候咧會有再多少少嘅配件嘅。除咗今次佢會有條蕉之外啦，咁啊仲有多個頭嘅。咁我開埋俾大家睇一睇啦。盒裏面有第二個頭，是的，鋼寶盒打不開，同一時間有另外兩個道具，一個就是月光寶盒，另一個
就是香蕉啦，真係有少少投訴，都話打唔開。係咯，點解打唔開咧？我自己覺得好可惜啊，打唔開。唔係呢條蕉好得意喎，佢好似搣開咗嗰時候搣爛咗咁樣。好，咁啊另一邊箱咧就有個打唔開嘅波耶波羅咪嘅月光寶盒啦。咁你睇得到佢嘅雕工喺裏邊啦，不過我覺得上色嗰只紅色同呢只木紋咧好相似啊，咁所以睇落咧。就不是太鮮明的。好了，好，那你到尾聲了。不是，我知道為什麼月光寶盒不可以打開的，如果你看那套戲就知道，一打開就大鑊的了，就會回轉頭了，回轉頭了，那你們就要再看那條片一次了。波耶波羅蜜。好了，那啊不錯啦，咁啊，少少補充翻咧，就係個張飛嗰個 body， 嗰個呢個身形咧，係從來未出過咁巨型嘅，好厚身啊！即係大隻個嗱，市面有啲模仿個阿諾舒華辛加身形出過一個嘅，但係都冇呢個都冇呢個咁巨型，呢個真係好厚身，巨型，同埋佢啲膠佢係溝得好 elastic， 即係好彈性好大，其實可以做硬啲又得嘅，不過佢呢個係好彈性好高嘅。咁啊，都係嗰樣啦，彈性高嘅，個持久性又會相對低啲。係啦，彈性，冇錯。但係當然大家玩呢樣都唔係，即係如果你要持久買就銅像咯，即係唔好介意啊，即係總之呢啲膠廣告啊，越 unstable、unreliable 嘅 chemical 咧或者 material 咧，其實就係個壽命就越短嘅。係噶，四驅車一樣，你要速度定係要轉彎啦？你要可動定係要持久啊？係冇錯啦，咁有啲盔甲設計好靚，我哋覺得係啊。就算周星馳呢一個嘅至尊寶啦，我哋頭先都唔係講過好多啦，都講翻少少啦。你睇得到啦，佢嘅髮紋嘅處理咧，其實都很好好噶。即係你望一望佢後尾枕啊，你望一望佢側邊啊，個金剛圈啊，嗰、那個處理其實都係唔差噶。然後個樣子呢，有些朋友仔都覺得喂很有星爺 feel 喎，特別是係呢個頭雕，咦咦嗰下係幾有神髓嘅。咁我哋期待佢哋繼續出啲三角啦。係。就創之後出邊個咧？哇！劉備好似未出過。呢間公司就。其實呢間公司好似關羽出咗，關羽好似有 2.0 添啦，係出咗兩次㗎，關羽都係啊，2.0 都本來今年應該要派貨㗎嘛，印象中係咪啊？然之後好似已經延遲咗去到出年啦，唔確定啊，其實出唔出咗我都唔知啊。我哋話呢啲好嗱五虎將咯，我自己覺得五虎將要出齊，都未出神。魏延好似未出過啦，黃忠、馬超又好似未出過，呢間公司好似未出過黃忠好似。有間303咪出咗黃金，303就真係用電影裏邊嘅或者劇裏邊嘅人物造型嚟出嘅。好，咁啊嗱，今次我哋特輯直播到呢度啦，咁啊同大家 compare 下呢兩隻中國造型嘅 figure， 因為以往頭先都講啦，電影角色造型好多嘅，咁啊然之後外國嘅1:6啦，譬如軍事又好多嘅，甚至乎去到歐洲啦，即係傳統嗰啲角鬥士咧都好多嘅，但翻返嚟我哋中國啦，呢幾年咧先至。比較成熟啊，我覺得出得咁啊，睇得到除咗303之外，就係呢間 Inflame 啦。咁啊，係真係幾高水準嘅。好咁啊，嚟到呢度啦，咁啊，歡迎大家繼續 subscribe 我哋啦，係 follow 之餘啦，定期可以同我哋傾下偈啊，留言下啦，講下有啲咩你中意啊，又想我哋unbox 啲乜嘢啊，係咁啱得咁巧。原來之前冇同大家分享過呢一隻張飛，而我哋又有一隻喺度咧。咁啊，不如趁呢個機會就兩隻一齊同大家咧就做一個比較嘅。咁喺呢度啦，記得啦 ，subscribe 我哋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